这个我带的这个吧，这个嫌我特别胖啊，但是最近确实是有点胖了，我准备呢减肥啊，谁也别拦着我啊，我准备减肥，嗯，你看这多瘦啊，是吧？我看我那个是不是可以处理一下啊？大家好啊，今儿呢聊聊这个申花。申花和上港，这场比赛呢，之前呢，咱是这么聊的啊，就是这场比赛之前呢，我是这么聊的，我说呀，这个申花呢，要想不让上港进球啊，是不太可能的，对吧？我说过吧，我说你很难想象120分钟，180分钟，这个上港攻不破申花的球门，是吧？果不其然，这场比赛呢，申花3次被上港洞穿球门，啊，当然有2次呢，基本上是拱手相让，啊，一个是曹云定，那时候刚进完球啊，脑子一热是吧？一看这球来了，忘了自己身高了，也忘了自己腿长了，啊，觉得平常自己啊能穿3尺4的裤子，7尺29，啊，所以呢这一铲呢根本就够不着球。所以呢，让了一点球，啊，也不能说让吧，就送了人一点球。接下来呢，这浩克这角球呢，这柏佳骏呢也忘了自己这裤长了，啊，觉得3尺3，其实呢2尺6，差不多啊。所以呢，门前呢其实可以冷静一点，啊，然后呢把这球啊给破坏掉。但是呢，他原来是守门柱的，啊，也是啊。救驾心切，按说啊，守门柱的，说那个球呢，实话讲啊，球速比较快，低平过来，确实不是很容易把握住那落点。而且浩克呢，在没人盯防的情况下，那是他那是他唯一一次最远距离来对这个柏佳骏。他认为柏佳骏呢离自己啊很远，哈哈，因为什么呢？他发角球，柏佳骏呢在守门柱，所以他这球呢是发挥的最好啊。小球发的呢，飘飘忽忽啊，还有一急速下落，导致呢这柏佳骏呢落点判断不清，啊，这倒地这一想把这球啊给他踢出去，没想到呢握果了，啊，再加上这个一直在门前定位球防守当中起到重大作用的莫雷诺，啊，也是猝不及防把这球呢也是乌龙，打进了本方球门。你要这么看呢，其实这场比赛严格意义上讲呢，上海上港呢并不是输在进攻上，因为你在主场能打进申花3个球，啊，虽然说不比那6-1，但是呢应该讲也差不多，大差不差够用了，啊，但是是防守当中出现了问题。这个防守当中出现问题不仅仅是2个进球，啊，你包括这个上半场严俊凌扑出的那个球。啊，你包括这个上半场严俊凌扑出的那个球啊，这身高臂长，略微短那5厘米左右的，那最后呢，恐怕也很难说阻挡这球啊破门有人说是假球，哈哈，是吧？因为这之前呢，我也看到这个微信群里面啊也在说啊，说上海这个政府啊觉得啊。如果有2支球队打亚冠啊，要比1支球队好啊，所以三方举行了会谈，最后呢决定啊，这个足协杯冠军上海申花啊，说上海上港也是欣然同意接受。我个人觉得这是扯王八犊子拉裤兜子啊，这都已经是刺刀见红了啊，是不是？就马上就要刺刀见翔了啊，所以呢，咱们别这样。啊，比如说你之前判断呢，说肯定上海上港能翻盘，啊，然后呢一看没翻盘，那就是假球啊。这事儿呢，在中国的球迷群体当中是屡见不鲜，那字念鲜啊，朝鲜啊，不是新鲜的鲜啊，经常就是这场比赛啊，比方说我的队伍联赛排名第三。你的队伍啊，联赛基本上是后10位，我输给你了，假球，
啊，意大利输给瑞典，假球，啊，拜仁输给门兴，假球，为什么？因为没想到啊，啊，人的心理就是我认为我说都是对的，只是这结果，这出现跟我判断不一样，我不能认为他是对的，我要认为他对的不是打我脸吗？所以我就认为是假的，啊，挺有意思的。就说不出来啊，这种人呢，到底是社会生活当中到底是个什么样？反正经常会有这样的球迷啊，天南地北的都有，啊，只要本队输球，输这场球呢，自己本来原本特有信心，然后就认为这是假球，啊，就是假球。当然呢，关于申花和上港的纷争，啊，你是说同城德比啊，老死不相往来，相互谩骂攻击啊，相互瞧不起。一方啊认为那边是码头工人是吧，我也不明白什么叫码头啊，另一方认为对方是腐朽的旧恶势力啊，这我都不掺和啊，爱打就打去啊，就是你们呢就到现在不是上海吗，你们要觉得赢的想出出气，输的呢也想出出气，你们就打好吧，你们就打，但是呢我觉得呢这东西我也不关心啊，打出血瓢来跟我也没关系。我现在只是说呢，从足球的角度来讲啊，我们来聊一聊呢这个足协杯的决赛，再回顾一下这两个队啊这个赛季所走过的历程。如果我要用啊申花这一年只为这一天来形容啊，此时当下并不为过，但是呢遥想赛季之初，绝对不是为了这一天啊，绝对不是为了这一天。因为什么呢？因为这足协杯决赛啊是比较难拿的，比较难拿的一个这个冠军的资格。你要相比于联赛前三啊，那你这拿足协杯冠军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这个杯赛啊往往是什么呢，开始啊是属于啊稀里糊涂打啊，上上替补啊，是吧，替补主力一半啊，啊，打一打一些什么中乙球队啊，什么中甲球队啊，啊，什么中超的下游球队啊，这种比赛呢，一般的，尤其是这个国外的主教练，啊，听到了这种音乐，让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砰叽吧叽，砰叽嘎嘎，是吧？他呢，一般来讲呢，国外就这么玩，比方说英超联赛杯呀，啊，足总杯呀，啊，基本上是比较大面积的轮换。要不然你想那一个队里三四十口子怎么玩，就没比赛可打了，哎，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是经常会出冷门的。足协杯你想上一上岗，你今天认为你丢掉了足协杯很可惜，但是你想没想到过那天啊，你在这个足协杯啊这个进十六强吧，还是十六进八呀，你对这苏州东吴啊，苏州东吴您就点球罚到第十四五个你才赢。而且那场比赛呢实话讲这上海上港呢还是进前主力了啊，这在某种程度上呢也呢说明啊这个上海上港啊在这个客场面对防守反击的时候，他这个能力啊确实并不是说非常强，尤其是面对着百大巴的上海上港，凡是大比分获胜的都是因为啊这对手啊开始摆大巴。摆大巴呢，结果啊大巴呀被撞了一洞，结果就疯了。啊，直接开着大巴呢就往墙上撞了。大部分都是这样。包括这个赛季之前申花啊两次比赛，两场比赛丢九个球，跟上海上港基本上也是这路子。当然这个路子呀也不是说多么特殊啊，你像这个国家德比，西班牙国家德比不经常这个干那个四个，那个干那五个吗？你说巴萨皇马哪有可能说有四五个球差距啊，都是因为啊干急了啊。那么谁容易干急呢？有的时候呢就是经验不丰富的人啊，这个经验不丰富的人呢就是不知道啊这个厉害，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不知深浅，所以这一下干了票大事儿。不知深浅呢就跟很多人呢去到股市，觉得股市挺好玩的
啊，买进买出的。没想到呢，这中国股市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这一不知道，最后嘣套里，最后哎腰斩，然后最后稀里糊涂完事儿啊，不知深浅。还有一种呢，就是自视清高，自视清高，就是说我呀，我那个我在你面前呢，我就是我不比你差啊，我呢觉得我呀弄你也没问题啊，我不服你。这不服呢，最后呢越不服呢越被人打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属于呢也不知对策，就是我是想守，但是我没守住，那我还守什么呀？我就攻呗，对吧？与其站着死啊，与其跪着死，不如站着生啊。然后呢不看僧面看佛面，然后呢这个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然后再加上什么这个输球不能输气质，是吧？最后稀里糊涂被人干了。上一上岗很多的比赛都是这样，包括能赢恒大也是因为恒大不服，对不对？上一上岗这个两线淘汰恒大，那也是因为恒大上了一堆替补，有的时候啊，然后呢客场输了，觉得呢回主场我弄你没问题，嘁哩咔嚓一攻啊，邦邦一防守，这一反击，你想啊，马丁斯、曹云定在这反击当中都能破关夺寨啊，那你说要浩克、吴磊要搂起来，是不是？你要给他个三四十米这空间让他趟起来，你甭说浩克、吴磊了，是不是？你刘彬彬、巴索哥可能都能小模特都能啊一骑绝尘。所以足球比赛有的时候啊，说为什么说战术是很重要的？其实呢，就是因为呢，如果你战术不清，那么你相当于呢，就把对方啊这特长给发挥出来，啊，把对方这特长给发挥出来。因为足球比赛呢，就是踢着踢着呢，忽然间发现呢，对手呢所有的特长啊都能够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么即使说你的特长也能体现出来，但是这最后一算那还是不合适。为什么呢？因为你实力比对方强，对方啊本身这特长不多，你特长啊还挺多，你这个战术不清，反而呢有可能啊，就是或者说你这本身呢实力不行，你这漏洞就多，你在战术啊一出问题，那必然呢是惨败谁改变了这一切呢？吴金贵。你说你别吹吴金贵，是我不吹的，我吹他干嘛？没准明年五月份就下课了。因为这事儿啊谁都说不好，拉涅利啊带领这个莱斯特城夺英超的时候，那你我都认为他是好教练，那他确实是因为他的能力铸就了这个莱斯特城啊能够夺得英超冠军的辉煌，但最后也是下课了。这下课这个太正常了啊，这个世界上呢，就是说你要说有一些球队教练不太容易下课，你比方说当年的曼联的福格森呢，是吧？这个现在的阿森纳的温格呀，啊，包括这个中国足球小将呢，是吧？没证呢，没证懂啊，啊，这都不是很容易下课。但是呢，通常的教练他呢就是有过辉煌，然后呢到一个新的球队或者是一个新的时期啊，就有可能呢就黯然下课。安切洛蒂下课那么多回了，那他照样他也是世界名帅，是吧？所以呢下不下课本身呢倒不一定说这个说能够借此来定义说这教练好与不好。库卡下课24回，对不对？库卡下课了24回，那你一度在世界这个主教练排行榜上那也是前十啊，对不对？但是我们讲说吴金贵在这带领申花以来到今天为止，伟大、光荣、正确啊，吴金贵为上海申花这一个赛季千疮百孔，但是最终呢
他建立了一个大棚，啊，遮风挡雨的大棚。本来呀，上海申花这赛季啊是千疮百孔的，这房子四面漏风。说你要把这房子重新修旧如新，这个难，啊，这个很难。说我得推倒了重来，或者说我得呀装修得花400多万。说这事儿呢难，但是呢，哎，吴金贵啊给你搭了一个塑料大棚，阳光棚，啊，给你把这个四面漏风的房子呀给罩在这阳光房里了。于是乎今夜啊，申花球迷扬眉吐气。于是乎今夜申花球迷心底充满阳光啊，这就是吴金贵的作用。他并不是说真正的重新给你打造了一个什么体系，或者说他真正的把你所有的漏洞都给你弥补了，把所有的损失都给你挽回了，没有。咱一分为二啊，你花了那么多钱，你给特维斯，咱们说句老实话，这不都肉包打狗吗？但是由于有了这最后的足协杯的这阳光房，你从外面这一看，哎，有里有面，对不对？这就完成了一个冬日暖阳的作用。冬日暖阳啊啊，吴金贵，我呢是非常非常理解这个教练，几乎就是我虽然没跟他聊过啊，但是我几乎能够理解他的一切行为，我几乎理解他的一切行为。这里面既有这个比方心理学啊，既有这个人生的某一种历练啊，也有一些足球的实践。所以我对吴金贵啊，我虽然说不是很了解，但是呢他自从啊在这个中国足球小将上海站，人家啊没要什么出场费，我们只给了一点点的车马费啊，只给了7-8万，不是，只给了一点点的车马费啊，人家呢就能够啊来到中国足球小将。人家呢就是姬宇阳和吴金贵吴日老这么一聊，说董路做了一件这事儿，在上海啊，在上海，然后呢人家吴日老都没说那你让董路给我打电话呀，啊，你得请我一下啊，对不对？你这么有车啊，多少钱呢，是吧？去了以后有没有茶水呀，啊，去了以后多长时间呢？没有，二话没说，人家就答应了，人家觉得这事儿是好事儿。所以吴日老那天人家就来了啊，给这个李显文等啊还颁发了最佳球员奖杯。你现在可以到李显文的微博啊，人家就贴出了吴金贵吴日老给他颁奖的这照片。所以从这一件事儿，我就会发现人家吴金贵吴日老不装孙子啊。这个圈里边啊有一些装孙子的啊，咱也不能说装孙子了，拿糖，北京话叫拿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呢好歹我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啊，说你这呢托个人带个话，说你想搞事情啊，但你那个事情什么事情啊，啊，你那个事情是不是也有赞助啊，是不是也是商业行为啊，那我得让他跟我写清楚啊，我的流程啊，啊，让他给我的经纪人打个电话啊，派个车来接我啊，然后给我多少出场费啊，啊，这个见多了啊，见多了。没听说我们去成都想请一当地名人直接开价30万呢啊，告诉说我们就是出场费就是30万呢啊，人家吴金贵真的二话没说来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人家吴日老啊本身是个厚道之人。当年毛剑卿喝多了把他宝马车砸了，你想啊，说你现在砸辆宝马倒没什么，早年间那也是心爱之物啊。就很多男人呢就特别喜欢车，我告诉你啊，男人在眼里的车就代表这男人色不色啊。我又教你一招，这男人呢老在女人面前谈车，而且呢一见车呀那个劲儿，我告诉你那就是色，
男人的色呀，在车面前体现的淋漓尽致。为什么呢？因为车呀，很多的这弧线呢，这曲线呢，这形状啊，是有点像女人的包里啊，女人的包，包里就是身体啊。你看那个这个很多洗车的地方，你仔细看啊，你甭管是好车坏车啊，有一些的男人呢，体现出来就是色啊。你看那边在那呲着啊。哎，什么这刷车的时候，你看那色的男人啊，多少多数九寒天，他都不进屋，他就在那看着这个人呢洗车，熏眼睛啊、哦，熏眼睛啊，就看啊，就看那个别人给他那个洗车啊，那洗车啊，这就是比较色的人啊，比较色的人。像我平常我就发车，但是我基本上不谈论车啊。今儿我们那个从这个广州啊市里边奔机场，送几个孩子啊，送几个孩子，孩子在车上啊玩接龙，接什么龙呢？就是接这车的品牌啊。完说董老师你也参加吧，你也参加吧，咱们一块说呗啊。最后呢五六个孩子说车啊，我是第一个败下阵来的啊，我说了，就是几个知名品牌，我就再说不出来了。那些小孩兵邦五四，连坦桑尼亚生产的车都说出来了，啊，你就说他们有多色吧，哈哈哈哈，不开玩笑啊，就宝马车被砸，啊，但是吴金贵付之一笑，啊，你就说能有保险，但是呢，也表明啊，吴金贵无知道，啊。先姑且不说他执教水平如何，说这个人呢是个达官之人，说没事啊，吃点亏完了啊，然后也不太就是这事儿是好事，来不要那么装孙子，不要那么斤斤计较啊，不要那么斤斤计较。所以这个呢是这个吴金贵吴指导啊，一个性格啊，这是秉性，这算秉性啊，厚道之人，厚道之人。第二呢就是他呀是。人生经历呢到现在为止五十来岁吧没到六十吧，应该说呢是比较丰富的啊，没踢过职业足球啊，应该讲呢在这个圈子里面不是很容易混，你就像我这样的啊，没踢过职业足球，在这个圈子里面是不太容易混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呢都讲究你师出有名啊，讲你那哪大学毕业的，我北大的，我去北大方正的，哎呦，是吧？哎，那就是高看一线，是不是？你说你哪儿的？我北工大的，加一工就差点意思，啊，就差点意思，啊。所以呢，中国人呢讲究就是哪儿来的，啊，什么门派？早年间，咔一有这个武林高手啊，告诉哪一派的呀，是吧？到现在为止，相声。这都传统文化嘛，讲究的你师傅是谁呀？你师傅是谁管蛋用啊？你七八十个徒弟啊，能有用吗？哎，但是呢中国人就讲究这个啊，讲究这个，你那怎么着，你出过国吗？是吧？你那个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吗？他说没麻婆豆腐我都吃过，没去过麻省啊。所以呢这吴金贵呢在这圈里呢并不容易混。中国足球圈呢原来有一圈叫北体圈啊，北体大，啊，在有个把还在监狱里边，你看啊，就是北体大的出来的，当足协的这首脑了，是不是？丁光五四的一堆北体大的全来了，这叫什么？这叫一系列啊！当然这个也不是足协的文化，这是中国官场文化，啊，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然后呢，用熟不用生，哪个导演一下成大导演了，得你看他这个。制片主任呢、啊？啊，主摄像啊，是吧？包括化妆、买盒饭的都得是他的人，啊！中国足协最近这新任领导呢是辽宁的，是吧？你就看看各级中层领导干部，包括各级国家队，从 U12 到 U20， 你算算有多少辽宁人去？我不是说辽宁人不好啊，但这个呢，就是他就是一个现实啊！我不评论他好不好。是吧？但是这是一个现实，啊，这是一个现实。那么吴金贵呢，又
学的是到科隆啊，到科隆，科隆体育学院，好比呢美国西点军校，好比啊这美国这西点军校，是吧？那你要是从那里出来的，那在军事界那应该是有点名望的啊。但是呢这吴指导拿着这个德国科隆体育学院，这实际上是足球世界里边的这最高学府了，差不多啊。但是呢也仍然改变不了他在中国职业足球界的这么一个，就不是这圈的啊。中国呢是讲究圈子文化啊，圈子就是你是哪圈子的啊。要是我现在呢就是不混圈子，我哪个圈子我都不是，但有偶尔呢我进圈子聊一聊啊，斗一斗玩一玩完事儿啊，我哪个圈子我都不进啊。有圈子你得有酒局，必须得会喝酒，真的。你不会喝酒，你也得会送酒啊。1874年的拉菲啊，60多瓶你得送过去啊。说这圈子啊，圈子文化。那么吴金贵到底在这个里边是哪个圈子呢？目前呢反正我不是了解，我不是很了解啊。但是呢姬玉阳了解，但姬玉阳呢为了挣钱呢，他妈连上海德比他都不看，他直接跑西班牙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人给他出钱啊，有人给出钱呢，让他呢去西班牙，去西班牙呢就是看马德里，然后发一发这个微博啊，这个正常啊。但是呢这就是一个铁杆申花球迷啊，就是选择，就是在金钱和上海申花夺冠的德比这当中，他呢毅然决然选择了挣钱啊。不是，但我这个你别蹬三轮告姬宇阳啊，因为他是我哥们儿，我怎么说他都不会生气。我觉得恰恰是因为姬宇阳想逃开这个夜晚，他就是忽远又忽近，明白吗？远了就是近了，近了就是远了，姬宇阳。另外姬宇阳呢又些许忐忑，因为他也不想说呢在这个夜晚面对着申花被翻盘啊，那样的话姬宇阳将会哭湿全家的被子、毯子、床单啊。所以姬宇阳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啊，去西班牙看皇家马德里，又离开了这是非之地。所谓是非之地呢，也是让他呢魂牵梦绕的地方啊。所以呢人有的时候因为爱而远离，在姬宇阳身上体现的是非常明显啊。因为他太期待这一天能实现了，但是他决定在这一天远离，隔岸观火啊。这样的话呢，如果能够胜利，他面在西班牙面向东方啊，举起一杯酒啊，举歌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也照样能够实现自己内心的这申花情节的释放。如果说申花今天没有啊如愿的拿下足协杯冠军，姬宇阳万里之外也能够相对释怀啊，因为毕竟在陌生的环境里面，是吧？他把更多的精力将会放在他包能不能丢啊，而不是说申花这冠军能不能丢啊。所以呢你要理解了姬宇阳，你就能够理解啊一个老申花球迷的心情啊。所以今天呢虽然说申花有一些极端的球迷啊，能孙子到骂我女儿啊，一度啊能孙子到骂我女儿，而且呢傻逼都是成串出现的啊，有一波极端的申花球迷啊，在微博上经常是一串一串出现的，然后对我进行侮辱诽谤啊。但是我仍然要祝贺那些真正的申花球迷，我仍然要祝贺上海申花能够拿到这个冠军，因为我从我内心角度来讲，我认为这个冠军对于申花来讲是太重要了啊。你说那对国安重要不重要？其实你像这老牌这些队伍啊，能够体面的啊，能够这个在一个赛季最后盖棺定论的时候，能够呢有这么一个说辞，
这挺不容易的。上海人呢是讲究腔调啊，有一傻逼啊，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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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方腔调的啊，侮辱我们呢是这个到绵阳呢是我们中场休息我给钱了，所以呢绵阳啊这打假球放我们赢了啊，像这个啊这就不提了啊，就是上海人是讲究理儿面的。也就是说呢，上海申花曾经的上海滩的这霸主，对不对？周围一波小弟啊，实力扬长，那得是啊听着上海申花的吆喝。后来呢不行了啊，有点乏力了，一波呢这小弟啊各立山头了，这边呢也有点啊有点跟不上劲了啊，别人每天都喝点下午茶呀，弄个高温瑜伽呀，看个音乐剧妈妈咪呀呀，是吧？但这边呢有点囊中羞涩了啊，有点跟不上趟了啊。但是老上海人要想出去必须小西服啊，小衬衫没有也得弄一个，就是就到这儿了。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老就是没那么多布，做不了那么多的这个衬衫，弄个那个像武装带一样的马甲啊，像文胸一样的啊，一半儿啊也得弄着，裤线必须得笔直。说家里面没有电熨斗，也得拿一茶缸子接点热水，把这裤线呢给它捋直了，出去也倍儿体面，也得倍儿体面啊。那么呢，这一年申花呢是想换个活法啊，确实呢也是呢这个砸锅卖铁吧，也不能说砸锅卖铁，就是怎么说呢，说要翻身啊，说要收复上海滩失地啊，这个要把这个过去的这老范儿必须得给它整起来啊，就像北京这老炮儿的啊，就是兜里边比脸都干净，但是呢那劲儿不能倒啊，还是那个舍我其谁那劲儿。上海人呢他没有北京人那个攻击性那么强，但是呢他也呢讲究的一个腔调。那么临了临了呢，想砸出的钱呢都没什么动静，地位依然没改，甚至还有点江河日下。最后啊，这上海申花就跟这上海老腔调就剩下一块怀表啊，就剩下一块怀表了。就什么呢，其他地方啊叠凉鞋啊，那瓣儿啊那帮啊跟那凉鞋之间呢还裂开了。小时候呢得拿那个煤气炉啊把那个锯条给烧红了，完了把那个裂的那地方呢这么一烫啊，一抽一股浓烈的那个烧焦皮那味儿扑面而来，这能粘，这能啊顶两个多月。你看我有生活没有啊，我有生活。有人说跑题了，我有什么跑题了呢？我说的这些东西就是我愿意说的。什么叫跑题？没有题，有什么题啊？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今晚上我说了吗，申花叫什么，我这标题起的什么来着，是吴金贵为什么金贵，对不对？申花一年只为这一天，我这不就聊这个的吗，对不对？哎，临了临了就靠这怀表了啊，这怀表一拿出来一看，您看这怀表啊，瑞士啊，瑞士叫什么来着，瑞士欧米伽啊，1840年，就这一块老怀表。所以呢能不能掏出来，这决定着最终您在这江湖上的地位。所以呢在一个很大的场子里边，别人呢都等着是莺歌燕舞啊，盛装舞步，是不是？哎，这上海申花最后临了了，哎，说您那有什么呀，哎，您看我们这儿啊，我们这儿这啊阿玛尼阿里玛西服啊全都有，我们这保时捷我们这宾利都有，说您那有什么呀，啊，您那车好像已经被撞了吧，是吧？说您那房子也漏风了吧，说您那牙也漏风了吧，说您那
就您那衣服您敢脱了没？您那里边那衬衫您够吗？哎，但就这当口，单申花从怀里边不楞啊弄出一块怀表，金光闪闪啊，全场鸦雀无声。这就什么？这就是象征。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哥们儿再怎么着，最终我把这老物件我拿出来，就你那些宾利法拉利这那哥的未见得有我这底蕴。足协杯冠军就是这上海这老腔调拿出的这颗怀表，形象吗？跑题了吗？没跑题。你跟不上我思路不代表我跑题，明白吗？一般人真跟不上我思路。你别看我没稿子，我讲的都是有逻辑的，当然有一些外插花，比方鸡与羊的事儿啊，是吧，洗车的事儿啊，这都是艺术。你要就这事儿论这事儿没意思，你也别把自己啊当做真球迷。真球迷现在都在回家的路上，没人敢花流量看我节目，他不知道我要说多长时间。钱这东西挺重要的，真的，对于大多数人。所以呢，您就也就一电视球迷啊，您还真别把您呢当做一个真球迷，是吧？刚看完电视吧，或者是刚看完 PPTV 或者龙珠直播吧，没去现场吧，啊，600多块钱票没买吧？对，踏踏实实，好吧，别着急。我这个是这个聊球，它也是聊生活，它跟那普通球评不一样，是吧？这那哥的给你弄个球评，是吧？那你就看去吧，网上都有啊，10000多家自媒体都在评。但我说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它是本质的东西，是吧？恭喜上海申花，也恭喜那些上海申花球迷。括号不包括骂过我的人，啊，有没有上海申花球迷骂过我的？来，这打一个二，哎，就是过往你是申花球迷，然后你骂过我啊，以各种方式，在你喜欢的贴吧啊，在你游动的这个论坛啊，在你呢潜伏着的这个微博上有没有，是吧？有没有？包括一直播里边，是吧？包括跟着带节奏的人一起侮辱诽谤谩骂有吧？我一共有5个房管在这里边啊，不着急，这些东西啊都记录在案。你今天不能把这个二都拉黑，没事儿，兄弟，明天晚上之前你帮我把这事儿做了，行吗？就把这留言二的全都给他拉黑，以后让他在这个一直播的平台上就是我这个房间里边就再也说不出话来，好吧？今天晚上先能干多少干多少，好吧？我一会儿一结束，您晚上加个班，好吧？明天白天没事儿，你就把这留二的全都给他拉黑，好吧？我有5个房管啊，如果说5个房管不够，你再跟我申请，是吧？想当房管的不老少啊，不老少，虽然不发工资吧，但是中国人就希望有点权利啊。你看那保安是吧？我说过很多次了。你保安，你说你有多大权力？嘿，那你别惹保安啊！你惹保安，我揍你啊！就拦着你车，嘿，那你别惹保安啊！你惹保安，我揍你啊！就拦着你车灯，你就打晚了，妈，你晃我眼睛了，是吧？把这房管都给弄了啊！吴金贵是很难真正的融到这个圈子，那么融到这个圈子是靠什么呢？靠，我说了，靠关系啊，靠来路。你说你吴金贵，德国科隆体育学院，你跟中国足球这专业界，你谈德国他能知道，你谈科隆体育学院他未见得多少人知道，不明白啊。你就是你说你跟那个很多的那自由市场里边的那卖鱼的啊，卖肉的，你跟他说，你说哎，你知道麻省理工学院吗？他说我这有点麻绳，哎，你要吗？是吧？所以呢，吴指导的这个能到今天，一定是基于他的为人。吴指导啊，有点温润的感觉，啊，像这一点呢，就我就跟人家就差10万8千里。我这个人呢，棱角太分明，啊，就是
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藏不住话啊，然后呢我也不会啊这个压抑自己啊，所以吴指导呢确确实实在这个圈子里边呢，他虽然说一开始他是非主流，他是非主流啊，杀马特，为什么呢？人家都是要么职业球员出身，对不对？要么中国体育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出身，是吧？这两股道，是吧？您那个弄一克隆体育院，是吧？有点事儿什么呢？是不伦不类，啊，不伦不类。说你没事，你到德国你弄个大学干嘛呀？是不是？但是呢，由于吴指导这为人不错，啊，各方面为人不错，很踏实，不遭灾不惹祸啊。然后呢，也能够啊有一些真知灼见。虽然说呢，他没法啊走到特别前台来对足球技术战术进行一些什么的部署，因为也没什么人听他的，是吧？因为中国人也是，中国人也听什么？听谁呢？听大牌啊，听大牌，听有根儿的，对不对？这都是中国人比较习惯的思维。说你领导我可以，但你从哪儿来的呀？公司里边突然间空降一部门经理，说你得问问我，你哪儿以前哪儿来的呀？说你是乐博足球来的，那算我听你的干嘛呀？是吧？你要说我是世界五百强，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公司来的，啊，或者说我联想集团来的。是不是？我是美国曼哈顿，我工作过四五年，啊，我这个叫什么摩根斯丹利银行还是机构啊？我当过什么高管，这个就齐了，是吧？所以吴金贵吴指导呢，就最初呢也是多次带队，你想带申花已经带了100多场了。得一个赛季归了包堆，可能有个30-40场，那你家里家外呢，就是力拉拉啊，拉拉弹机，是吧？也是屡次呢以救火队员的身份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一到那份上也没有别人的，就想起了吴金贵吴指导了。但凡用吴金贵吴指导的，我告诉你，实话讲，都不是说希望吴指导啊给，包括这次波耶特下课。把吴金贵给作为代理主教练，这申花绿地的领导绝对不是说绝对没有这个说十足的把握，或者是初衷啊，说我就是靠吴金贵来救我了，其实都是什么呢？实在没办法了，啊，烂摊子，没人接啊，你找外教你还得考察，花钱谈判，你找外省人啊还不如，对不对？找一熟的熟张。他至少是什么呢？就是你至少啊能够啊熟悉我们这队，熟悉我们这些人，然后您大差不差呢，您帮我这把我这摊儿啊给我继续我支一支，说你能卖出多少东西单说了，但你能帮我吆喝吆喝管理管理拾掇啊，这就是对万象的。万象是现在在飞机上，应该11:20到北京啊，到北京，然后因为我今天呢要解说，我就没回去。他呢会住在我们北京的一个教练家里，然后明天上午11:00呢再飞佳木斯，然后呢，他妈妈会让一个朋友，因为他妈妈好像有一个手术，他妈妈会让一个朋友到机场去接他。啊，他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明天下午傍晚时分才能够回到齐台河，不容易啊，8岁的孩子，啊，独自这个行走。不容易啊！当然，这个，他就独自行走，只有一段嘛，就是从北京到佳木斯，啊，他是无陪，是无陪的啊，就一个人。对于他来讲呢，也是一次锻炼吧，啊！但是我今天呢，我有点对不起他，就是我们从这个酒店呢往来机场的路上啊，他们几个孩子呀开始聊天呢，就聊这个鬼故事。啊，聊鬼故事呢，你想小孩能讲鬼故事也讲的不逗，我呢就讲了一个，我就给讲了一个，说是在现在算起来应该2004年吧，一个夏天啊，2004年一个夏天，当时呢我是在呀青年体育，时任青年体育报执行副总编。
啊，每周呢出三期报纸，我呢得去签版，啊，每天下班时间都得是2:30以后。当时报社呢租用的是东直门内小街啊，一个胡同里边，一个胡同里边啊，就是一个房子，我们给租下来。那天晚上接近凌晨3点啊，我呢在这板上签上了我的字，然后送印厂拉灯关门，所有同事都回家，我查了一遍防火防盗防记者，出门把我那个当时开的应该是桑塔纳吧，哎，给他点燃啊，不是点燃的，是打火，然后呢我就驶出了那个院，然后进入了一个274米左右的一个胡同，胡同两旁啊是昏暗的灯光，凌晨3点街上一个人没有，没完了，然后呢这个万象啊就是说我说讲这个故事，万象就说完了，说干爹啊，今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我睡不着觉了啊，说那个你这个故事太可怕了，我说没事儿，我说慢慢的呀，慢慢的就适应啊，那开玩笑啊，开玩笑啊，好啊，然后呢这个说这个吴指导呢带申花的第一场比赛啊，我忘了跟谁了，当这个镜头掠过在主教练席上的这吴指导的时候，你能够看到的吴指导首先不是一个忐忑的啊，因为人呢有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说，哎，你想啊，一个礼拜之前恨不得啊还出席中国足球小将上海站的颁奖典礼的，是不是一个很小的活动，一个礼拜之后突然之间成了申花的代理主教练，你想想这跨度多大。咱就说吧，但凡吴指导当时说有更多的工作啊，工作公务缠身，他哪有功夫去参加中国足球小将呢，对不对，这很简单，是不是？哎，那么吴指导呢其实也明白，吴指导呢是心里都明白，申花为什么找我，让我干什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啊，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干，我能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我用我自己的一个哎感觉我去操持这个，因为什么，因为没有比这更烂的了，有的时候接烂摊子其实是好事儿，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仔细这么一看也没法再烂了，对不对，申花你说这成绩按说能应该这样吗，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不是当年呢，就这个赛季下半赛季我对申花的预测，我认为申花能往上走一走，有没有记着，有没有记着啊，有没有啊，卡是吗，万象进申花了吗，没有，邝兆雷进了啊，那个我今天少说一点啊，完事我一会儿睡觉啊，要不然我妈又着急了，那就是因为我3点多还起来，我还得说这个瓦伦西亚对这个巴塞罗那，明天早上8点飞机啊，然后我怎么着也得6点就得起啊，所以我就简单说一说完了啊，咱们说到2:45左右好吧，说2:45咱就收摊好吧，啊是吧，
就是吴金贵呢，当时非常清楚，说呢，我来这儿呢，其实就是我呢能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他一琢磨呀，反正申花那时候虽然说有一些球迷啊，那时候已经受不了了，啊、不行，申花保级了，申花降级了啊，是吧？但是呢，作为这个吴金贵来讲，心里还是有点谱的，因为什么呢？就是像我们这种学院派，不是像他这种学院派，像我们这种啊野生的啊，其实呢看足球呢还是跟这个职业的还是有一点差距，有点差距啊。我们可能呢这职业的呢是凭自己感觉啊，就这不行了啊。但是呢像这种呢他就科班的啊，像我这野生的但是也喜欢琢磨的，他可能会用一些啊就是另外的一些视角啊，另外的一些视角去看待。吴金贵可能噼里啪啦通过这个数据一分析也好，还是说是他的一些理论结合着实践，他会认为呢他带这个队怎么着也不至于降级，对不对？怎么着也不至于降级，而且呢你这联赛呢，你说你得第七第六跟第十一第十二，你说有区别吗？没区别，一点几乎一点区别都没有。你现在都想不起来联赛第六到第十二到底是谁，你都弄不清楚，对吧？你作为中立球迷你都说不清楚，但你可能知道前四啊，够差不多能够一第五，是吧？再往后谁降级，中间那中段这一片模糊啊，一片模糊。因为人都是记住就是最工资最高的和工资最低的，中间那些三四千的五六千的那没人记得，是吧？两万的他记着，是吧？然后这所有的工资加上奖金提成一共2400的他记着是谁啊，剩下的他都记不住啊。所以吴指导说呢，既然有这个一机会啊，哎，申花能够呢关键时刻还能够想到吴金贵啊，那我觉得吴指导呢当时也在申花这俱乐部，那自然呢也就是哎挺身而出啊。你想啊，这之前这吴指导都已经去山东鲁能了，对不对？当了山东鲁能的技术总监，是吧？完了没事也是一闲职，没事呢到乐视体育，我给你告诉你独家消息，乐视够呛，真的步子迈得太大了，期权啥成纸了啊，成纸了。嗯，然后呢到乐视呢说说亚洲杯啊，当个嘉宾啊，乐视呢把他请到北京，李霄鹏啊，吴金贵啊，还有一些这个一些朋友啊，就是你想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吴指导是已经看透了，真的看透了。但是呢他和一些看透的人有区别的就在于，很多看透的人就是混啊，纯混。这个混子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有，你就说人五人六的过得很不错的，其实很多人是混子啊。你比如说我给你随便举个例子啊，就在经常在电视上以专家身份出现的这些人呢，按说呢都是有点社会地位，是吧？你看电视台请你参加个什么节目啊，当个评论啊，专家啊出现，那也三头五百的呢，盒饭也得有鸡腿的。按说呢这社会地位不低，但就这行业里边都不少混子啊，你更不需要说那些演员了，有一些演员也是混子，对不对？演员也是混子啊，到跑跑剧组啊，完了卖卖老，完了给个仨瓜俩枣，然后背着台词上去混完事儿啊。这有一些人呢是这么混，他是看透了人生就这样了啊，混个大差不差完事儿。但还有一种说，虽然不处于说什么事业巅峰，虽然不处于什么什么真正的什么什么什么开拓进取，但是虽然说可能看着也是没什么事儿，但是这些人在思考。我相信吴指导是这样的人，即便有时候你认为他是一个闲职上的闲人，
这么多年，是吧？他，我相信他一直在思考，而且心态很好。啊，心态很好，所以同样的混是不同样的内心，是吧？曾经有人说我是北京这媒体圈最大的混子，因为我确实什么都干过。啊，你说是电视，你说是广播，你说是报纸，你说是网络，是吧？你说是这节目还是那节目，你说这领域还是那领域，我都能来。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就即使是个混子，但是我是一个有思想的混子，我是一个马不停蹄的混子，我是一个不断的要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混子。哎，此混非彼混，啊，混的多了，天天僵，是吧？所以吴指导呢，应该说呢，是有思想。你看啊，他带申花，其实他当时已经明白了一件事儿：第一，申花有保级的危险吗？没什么，没有太大危险。那么，如果接盘，没有最不好的结果。现在只有一个中不溜的结果和一个最牛的结果。中不溜的结果呢，就是带的还大差不差，啊，然后足协杯往上走一走，最后呢没夺冠，但是呢一回首一看，吴金贵来了之后，至少不比波耶特差。波耶特你花多少钱？啊，你给波耶特多少条件？你给吴金贵多少条件？多少时间？所以吴指导说，中不溜就是这样。那么当然最牛的就是拿一冠军，足协杯拿一冠军。所以呢，你会发现吴金贵来到申花接盘，他呢一方面啊用他的一些方式方法啊去带队打这比赛，他也没看出来他特着急非得赢。为什么呢？因为联赛当中赢，你就是连赢四五场，就那成绩加上这分也没什么。更何况呢，这东西还劳民，对吧？你有血拼，最后呢你可能啊也拼不回来什么结果。所以吴指导来队呢，就是有输有赢，完了也不是说多突出联赛，是不是？也被人干好几个。最开始也是血的教训，是吧？也想撸胳膊挽袖子要跟上港干，结果被上港给干了。但是呢，这吴金贵啊，就通过这一场比赛，他忽然间就全明白了。啊，他抽不冷子说呀，我想弄你一下，是吧？我现在这上海德比当中啊，我先没准先弄一下，是吧？来证明一下我自己。但是发现呢，浑身是血回来了。从那一天开始。这吴指导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跟上海上港真不是较劲的事儿，就是不是说战术上说我跟你对攻，然后我无所谓，我输赢完我就体现我的价值啊，我的气质，怎么卡了呢？好了吗？到底是翻了还是好了？你翻了的你就刷新，好吗 ？OK 了是吧？对，感谢天，感谢地，就说呢，吴金贵呢经历了一次啊之前的联赛的上海德比，他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了，跟上港对。就是对攻，说是要体现自己的海派足球，水银泻地是吧？梅花建竹啊，脚下生花。至少这赛季是不行啊。所以吴金贵经过了这个有教训，有摸索。
再加上在队里边啊，他也比较强势，是不是有队员说是，是不是秦升是又被他下放过？是不是？就因为训练当中有个球，还怎么着？吴指导那也树立一点威严啊，就是说人呢不能心不能太善啊，人呢应该是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是具体到事儿的时候，人不能太善。啊，就不能啊太和蔼，然后也不能太什么事儿呢都哎由着来，你来做了老好人没用啊，多少最后死的惨的都是老好人啊。声音不对是吧？声音不对是吗？你这老送蜡我没什么用。什么意思啊？可以是吧？没问题，可以啊，好。所以呢，你会发现吴金贵呢，以一种似是故人来的方式，哎，上海球迷、上申花球迷对吴金贵也不陌生，但是当然也不会对在吴金贵身上说建立起多大的期望，这反而是好事儿啊。有时候你上来之后呢，输挺惨的，可能。不老少人还说这吴金贵也没什么用，但是一想到啊，反正这赛季也就这样了，是吧？吴金贵反正也就是一个过渡的角色，也无所谓啊，狮子多了不愁啊，债多了不咬啊。所以呢，相反呢，会给吴金贵啊一个比较宽松的执教环境，比较宽松啊。这种宽松呢，可能从领导、老板到教练到底下等等。再加上有个保起刺儿的，是吧？有点不太尊重吴指导的，吴指导该杀也杀，这就对了。哎，这就对了。管理啊，真的是一个大学问。这个管理啊，严格上讲应该是软硬兼施，软硬兼施，这是一个管理之道。你说恒大其实就是软硬兼施，你赢了，我玩命讲你。你有问题犯错误了，我玩命罚你，弄得你呢这奖啊让你觉得你是已经上天了，罚呢也让你啊疼，但是呢因为有奖，所以你这罚呢也算有情有所可原，也是让你啊无话可说呀。吴金贵可能没有许老板那么大的财力权力，但是呢也是软硬兼施。这个呢又使得呢上海申花在整个这一个赛季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作为的情况下，吴指导呢先解决的是一个凝聚力的问题啊，凝聚力让特维斯减体重，很简单，你说想了半天没什么招，怎么说特维斯啊，哪儿踢的不好啊？你球踢的没他好，说他太胖了，啊，这让我们这胖界啊非常难过。你特维斯实际上是胖的事儿吗？你当年的球星闪电，是吧？那不比他胖？浩克那屁股得多大？说那么大的屁股还不有一天一起上个厕所一块儿，是吧？那么大的一屁股，但是呢，我觉得胖啊并不是一个主要的，明白吗？最主要的呢。还是吴指导已经洞察这特维斯啊是一祸害，上他也没什么用，反而呢还没杀敌三千呢，自损八百，是不是？所以这是吴金贵考虑半天，按说呢这个也算作是叫什么呢，也算是软中带硬啊，看着软其实挺硬的。什么意思呢？你把特维斯废了其实并不容易，因为特维斯是上海绿地申花决定引进的高额外援，花不少钱，世界第一高薪，你不用。那么两个回合马丁斯邦邦进俩球，决定性，少进一个都死了，证明着吴金贵弃特维斯上马丁内马丁斯啊，这正确之处。因为什么？我告诉你，
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所以人有时候无欲则刚，真的是这样。你就想到最差，你发现即使最差来临，我也没什么损失，那我就豁了干死了算，我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现在做这中厨小将就是这样，我最差就是有一天我做不下去了，我做不下去，我能怎么着呢？我每一天对孩子都是最好的、最真诚的，对不对？我每一次呈现都让很多人为之惊呼感动，我没有什么失去的，我也没有说往里边砸锅卖铁填太多的钱，所以我干这事儿，那我就想好了就干，我就大不了我就没干成，我没干成，我是对万象有损失啊，我还是对西西对不起的呀？没有，我对得起所有来中国足球小将的每一个孩子和每一个家庭。你就即便说现在有的可能第一站来了，后来很难来了，我也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我没收你一分钱，我让你的孩子经历了一次，那还要几次呀？所以我做这件事儿，我就会义无反顾，我就会天马行空，我就会敢想敢做。但是你说解说这事儿，我就不好判断，因为解说毕竟他让我挣钱，对吧？我万一我胡说了，完了 PPTV 不用我了，我上哪儿去说去呀？现在也没有别的地儿能说呀，是不是？所以这个呢，解说呢，评论呢，我可能就会啊，相对的会有一定的节制啊，你明白吗？就是有一定的节制。但是你要说我做自己做的事情，那我真的，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违反国家法律，不违反道德，我敢想敢做。说你国际米兰，说 AC 米兰来找我谈，我敢谈。你英国狼找我谈合作，我敢，没什么不敢的。我不怕失去什么，我没有可以失去的。吴金贵就想明白了一件事，没有什么，大不了就下课呗，本身也就是救火的嘛。救火的来这滋了滋水，是不是？火灭了，或者火把楼给烧了，完了没你救火的事了，那不很正常吗？对不对？没听说完事儿，你这救火的完了还得每天在这站着，举个管子，等着火出来，不用你就走就完了，回去。所以吴金贵脸上从容的笑容，啊，微微一笑倾城，再加上归根结底，他弄明白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防守不丢人，输球丢人。这里边还分两个小点啊，第一点，防守得靠人多，进攻不用那么多人啊，这是他明白的第一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就是中国人不能太复杂，就是你给中国人设计战术什么的不能太复杂，简单明确，责任到人。中国人就是一帮人说你给咱们今天把这事儿做好啊，我告诉你这事儿绝对做不好。为什么？咱们是谁呀？一堆人，我操，一堆人在一块做好谁做呀？所以吴金贵就弄明白了，百家俊啊，你呢，你就把浩克给我弄死。浩克屁股大，但是你腿短吗？是不是？你快呀，你打下三路，你不要跟他撞，你跟他撞屁股以上你都撞不动。但是呢，你快，你捅他，你贴他，你粘他，你弄他的不舒服，浑身痒痒啊，花大姐落在脖子后边了啊，甩也甩不掉，是吧？这百家俊就明白了，就把这件事干好，是吧？说是毕福剑，不是毕福剑，毕金浩、力鹏，你就说这哥俩，你就这哥俩在中超中卫里边，你数400多个人能不能数上？难，
啊，为什么呢？毕金浩顶一标王来了，没怎么打比赛，曼萨诺都不用他，你也不知道他要的。你说你能长那么大个子，到底要干嘛？一度啊被人忘却。力鹏来自什么青岛是吧？青岛的，那也是没什么。你要这名气上哪儿上去？是又卡了吗？是卡了吗？没卡是吧？我接点水去啊。喝点咖啡。喝点知己不？所以呢，不丢球，少丢球，进攻呢靠反击，简单形式，别上那么多人，除了角球上人多，定位球，剩下的运动战不用上那么多人，对吧？一个反击，俩仨人参与，能搂着就搂着，搂不着把阵型站稳还有机会。所以今天死亡双矮是吧，百家俊加上曹云定，哥俩居然用传统英式打法把这球打进去了，匪夷所，真的难以想啊。哥俩平均身高1.7米，这都往多了说了啊，用英超传统英超的打法直接就隔40多米就往里边掉，那球啊飞在空中的时候，那有可能那上港那后卫中卫啊，包括严俊凌内心都笑开花了，说这不胡来吗？曹云定就一个人，曹云定在门前，你会踢球吗？你他妈这球往这还往这空中轰炸呢？你开一航模，你挂俩炮仗，你就过来说要轰炸我？你这不扯吗？但是怎么着，炸你眼睛啊！你别看你这导弹打你，不见得能把你能给你顶多给你震晕了。但这小鞭炮啊，那航模飞过来，叭丢一小鞭炮，嘣儿在眼睛上叭炸了啊！这就是小药治大病。其实你说这球，你说是蒙的，还是说有意识的？那我觉得就是反正。吴金贵肯定说实在不知道往哪儿打了，往禁区里扎人掉进去抢二点。所以身高到对方这儿的曹云定是吧，争头球肯定争不到，但是呢脚快啊，这球啊一落下来之后逼了不噜，那就是曹云定这个能够发挥自己特长，经验也好啊，频率啊，动作频率，你大只啊，对吧？你大象转个身你得转多长时间，是不是？你要我们家铃铛转个身滋溜转两圈。所以呢这就是吴指导人讲明白了，想明白了，那就聊小将是吧，什么谈谈亚冠小组申花对谁，哥们儿你差不多得你先把今天度过去就行了。我去，你人呢有时候老是这样，你想的太远，这一冬天还没过呢，圣诞节还没过呢，元旦没过呢，春节还没过呢，你小组赛应该跟谁跟谁啊，你说跟谁能怎么着啊，跟谁你就赢了还是输了了？你看你我就别，因为你问我也不知道，关键你问我这问题很蛮尴尬，你说我不回答你吧，表明啊我装孙子，我其实看见了，然后我说我没看见是吧，这肯定是装孙子，然后我看到了我又回答不出来，你这不打我脸吗？我哪知道申花跟谁，对不对？我就知道申花进正赛，对吧？上港得打附加赛，
上港打附加赛，是吧？巴黎那活动，上港队员就参加不了了。原本设计的，是不是？这我就不透露了啊，啊。看看我这房间还行吗？这房间不太适应，那中间的那大玻璃啊，透明的，那里边能洗澡，那边还上厕所，上厕所那地方呢，上厕所那个地方呢还没有门，等于说呢，等于说你上厕所你通过这大玻璃能看见这床上，你躺床上你要说有人上厕所你还能看见，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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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淫秽，这个酒店非常淫秽啊。但是好就好在呢，就是人呢自我激励、自我调节、自我约束啊，三个自我。有人说你是不是胡说八道呢？我真不胡说八道。你看这。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你看见没有？是不是这样？你看这是门是吧？完，你看这个，有人说是不是情侣酒店？不是。我们这酒店挺高大上的，但是我在广州，我除了推荐怡尚酒店，我不会推荐任何其他酒店，记住啊，因为怡尚酒店是给了我们中国足球小将最大的支持啊。这个酒店呢，反正离机场挺近，但是我不会说它名字啊，只有怡尚酒店。凡是来广州的朋友啊，我给你推荐怡尚酒店啊。有乐播的没有？乐播的同事把这段截下来给怡尚酒店老板看一看啊。按说呢，这酒店咱这样啊，咱们就感谢人家，但实话讲呢，酒店它也是怎么说呢，它没什么成本，也不能说没什么成本吧，你每天也收拾房子，但是空着也空着，但是人怡尚酒店可不这样，人怡尚酒店一到周末就爆满，但是给我们中国足球小将赞助了十几套房子啊，不，十几间房。怡尚酒店来广州就住那儿，那儿有什么好处呢？比较温馨，不像这么色情，比较温馨。然后呢，服务态度特别好，啊，一天到晚呢就看服务员在那收拾，而且房间呢也是，你想我们那小孩住的特别舒服，都不愿意走啊，然后呢，这个大堂设计的也挺好的，很温馨。最主要就是一出来。你是往左走往右走都没关系，你闭着眼睛走，走哪儿全都是吃的啊，走哪儿全都是吃的，山南地北各种这种流派啊，就实在广州出门就可以啊，而且在广州市中心。好吧，这一上个老板，你要看到我这么跟你聊，你就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啊，凡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予中国足球小将支持的，哪怕说你这个折钱，就没好像没多少钱，啊，远远不如有发一条微博的价值，更何况这一直播。但是我一定会给你回报，我希望你挣钱，啊，我这个宣传，我希望能所有人都到你那儿去，啊，凡是。听我直播的人到广州就订你的房间，你一年365天天天爆满，我希望。为什么呢？你该啊，你活该挣那么多钱啊。好了啊，第一
回合1-0，实话讲，当时谈论的两个问题，第一，申花这721密集防守，啊，密集防守，显示出的功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上海上港好客为首的单打独斗，这是两个问题促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一方防守严密，另一方各自为战。那么简单了，第二回合的走势就叫取决于申花防守能不能还做到位，然后进攻就是上港的进攻能不能够打破僵局，能不能改变。应该说过去的一个礼拜，无论是软硬兼施还是苦口婆心，浩克在这场比赛的至少开局阶段还是体现了某一种洗心革面啊，要把一个浩克变成呢这个能突能传能射的浩克，确实有这个迹象。包括奥斯卡啊，一个狂带30多米，一个45度炸，吕文君啊，水木年华的吕文君能把这球给撞进去，确实也是体现着上海上港这过去一周的工作。有人说呀，一上是几星的，你不用问，傻子才问。说酒店是几星的，大哥，你这是旅游团，不用看星，看感觉，明白吗？很多说这酒连牌子都没有，烟呢，连那商标都没有，但是最顶级的。所以这一上酒店就是你住多少，像我这五星的，但是我仍然觉得啊，如果有钱啊，还是住这五星不行，不是，就是我仍然觉得就是也不差什么啊，这感觉呀、啊、也不差什么，差就差在一个透明的玻璃啊，其他都很温馨啊，非常好。申花它源于什么呢？就是要保持自己啊这块牌子，就像那老怀表似的，它对于这块老怀表的精心的呵护和一种渴望它更强烈。而申花呢，实话讲，在这一个赛季里边，它的整个挫败感是润物细无声，但是它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啊，就是说刻骨铭心的那种挫败感。我指的是什么呢？买特维斯肯定是挫败，对不对？联赛第11肯定是挫败，德比输申花输上港可能也是挫败。但是呢，这东西呢，就是因为有某种迹象表明啊，从一开始啊就体弱多病啊。从6岁开始就每天打针吃药，到了30-40岁、40-50岁，说给推进重病史也没什么新鲜的啊，插个管子没事一拔出来了，这就是这个赛季的申花。但是呢，当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他距离能够翻盘，把这1年呢一辈子的懊悔全部一洗了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于这件事情的渴望是无比强烈的。就跟你人呢一直在一个煤窑里边啊，突然间打开一条缝，阳光从外面透射进来，那个时候你对于自由的向往将会无以复加。足协杯的冠军打着打着忽然间发现，不仅是足协杯冠军呢，它意味着亚冠呢。你买特维斯是为什么？不就想玩好好玩玩亚冠吗？对不对？
你拼来拼去，你说你冠军联赛，你第十一，你还能干什么呢？就这老怀表嘣儿一掏出来，技冠全场，啊，一下变成文玩界的了。剩下那些都是土大款，你把这一弄出来，文化啊，历史啊，文玩，明白吗？品味啊，品质全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到临了，当然你说场上也没几个上海人，说句实话啊，也没有，也有不少，这都是就是这这也他，你说他跟这个老上海申花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他就是更主要的，它其实就是一种底蕴和文化，所谓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可能也有些元素发生改变了，但是仍然有这股劲儿。而这个反观上海上港呢，这个赛季按说上港成绩真的是可以，是不是联赛亚军，足协杯这个不是亚冠前四，按说这成绩真的是可以，而且打的比赛有的呢你也还可以，但是呢你就会发现他经历了上海上港这个赛季看上去很不错的战绩的背后是很多次挫败，说联赛有说翻身而上要超越恒大的机会至少有三次吧，没把握住吧，这是三次，对吧，加上亚冠被这个浦和给淘汰，那是最伟大的，也就是最朝思暮想的冠军。你像足协杯，这悬悬的被苏州东吴给阻击了。像这个呢，本身呢就不是特别渴望。你说上海上港，你说你再怎么着没战术，对吧？你打一中乙，你不至于吧？按说。也就是说呢，当时呢就对这个事情也没什么太多渴望，是吧？而且当时是因为什么浩克的什么什么那事件吧，不是什么事，奥斯卡被停赛的事件，对吧？奥斯卡被停赛，那么上海上个还是打人呢，还是我忘了，反正是一个事儿之后被罚了之后。出击的这个足协杯，是吧？所以呢，作为上港来讲呢，确实有一些挫败。你再加上这个大比分输给天津权健，是吧？然后这个在客场大比分输给广州恒大，就差点被广州恒大翻盘了，一路磕磕绊绊，在亚冠又被淘汰。所以对队员的打击包括联赛啊多次机会把握不住，所以你仔细分析呢，说这个队啊成绩整体成绩不错，但是很多关键节点并没有真正的超越过去，所以这带给这个上港啊他确确实实是一些打击。平静的外表之下，博阿斯一会儿被罚上看台了啊，奥斯卡停赛完了之后，浩普尔克又停赛，然后又抢毛巾，又等等一系列纷纷扰扰，弄得心绪难平啊，就是博阿斯到底干还是不干，是吧？然后想不想干，到底怎么回事，奥斯卡还想不想在这留着，浩克往哪儿走，屁股坐哪儿，所有这些事儿其实呢都是挺紊乱的。相反申花呢就是因为啊这个反正有点啊就是已经放弃了，等于说这个赛季大多数申花球迷啊，哎呀不掉级就行了，已经放弃了情况下，一旦露出曙光，就是我已经放弃治疗了，妈随便来吧，但突然间说哎，美国有一种药，就您这病啊，只您吃了那药马上你就活过来，那你说这跋山涉水是吧，西天取经他也得努力的去把这药拿来，你要没有这药算了，死就死了啊，植物人也行，明年再说，活蹦乱跳。所以这就从心理角度来讲呢，确实双方其实相对来讲
申花可能是在逆境或者叫放弃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崛起的一种力量，它更集中。而这个上海上港呢，就这一个赛季成绩不错，但是很多关键的节点实际上是挫败的，导致呢内部啊并不是很和谐，虽然是外部还可以。所以这就是解决的很多问题，管理中方教练和博阿斯的问题，是吧？中方管理者跟博阿斯的问题，博阿斯跟大牌外援的问题，大牌外援和中国球员的问题，上港跟足协的问题等等，方方面面纠缠在一起，再加上同城德比如何面对的问题，市场争夺，是吧？利益纷争，影响力的这个争夺这个问题。所以你这么一想，确实相对来讲成绩上海上港更好，但是问题上海上港更多。这东西只有靠什么呢？只有靠成绩去掩盖。说我虽然我这是有肺炎，是吧？心肌炎，是吧？胃穿孔，是吧？阑尾炎割了，是吧？但是呢，虽然说有点问题，但是我最后我这个我一拳给你打那儿了，明白吗？我成绩不错，来一个登，所以你感觉你是个强者，还是个强者，是吧？但实际上是，这都有点问题。哎，这就是我对于上海申花和上海上港啊这两个俱乐部这一个赛季总体的这么一个描述啊，未见得对啊，你要觉得有道理就听，不没道理睡觉关灯啊。从技术战术上我就不说了啊，申花技术战术好分析，防守反击，利用个体，是吧？把握机会，完了同仇敌忾。上海上港战术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没看出来它是什么战术，没看懂。那你以浩克为中心，这个反正是显现的比较明显。那你说是打边呢，还是你用吴磊用什么呢？吴磊原来没浩克的时候在右边咣咣打得不错，但有浩克的时候呢进球数倒是多，但是呢反而呢像这种关键性的比赛呢发挥不出来。这个自身有问题，这个自身肯定有他的自我调节，在场上比方这个位置别扭了，是不是有什么方式去弥补一下，或者是改变一些踢法，有一定关系。但是我认为更大的关系是博阿斯的战术体系。今天说您看出来集中打右路，打百家俊，然后呢45度起底线传中，但是呢门前一个吕文君，一个叫吴磊，这俩实际上你现在回忆起来，吴磊有多少个球是45度炸进去的，基本上都打身后啊，传切，然后完了这个个人摆脱打门啊，门前啊二连补射，是吧？这都是吴磊进球的方式，你很难想象说嘟咚，是吧？所以呢这个打法赋予吴磊的使命，是吧？你弄一个六垒也差不了多少太多，往那后面的后点一戳，完那边呢基本上西线无战事，重心全往浩克这儿。所以吴磊呢一度啊，除了下半场有一段频繁的给他在左路大突，但是他又不是左脚能够轻易完成底线高质量传中的人，他右脚打左路只有一种方法，一种方法最有威胁，就是内切打门。但这个你得有多少能力能够摆脱，然后一个两个之后打门，那得是多大的功力。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一摆脱之后起球45度起。但这两个方式可能对于吴磊来讲都不是他最擅长的方式。你看鲁尼以前右脚打过左路，对吧？早年间在曼联有时候扒一个假下底，扒一掰直接右脚45度就起这个兜起来越过低点的这个中位，然后下坠或者是打这个后门柱啊，曼联那其他的队友
是吧，光光上去去补射或者是抢点射门，是吧？鲁尼有一阵，有没有曼联球迷？这有没有曼联球迷？有曼联球迷吗？是不是当年鲁尼是不是曾经一度打左边，是吧？就这么玩，他很少说左路下底左脚传中，他那个左脚也那么回事儿。所以吴磊就用废了，就在这样关键比赛当中，他这个战术就不清楚了。中场，按说中场，你说阿麦多夫、奥斯卡是吧？浩克再老回来，浩克有点就是晚年的勒夫啊，我不是勒夫啊，是叫勒夫吧？就山东鲁能的勒夫，大屁股勒夫。到时候打北京国安，是不是3-0？啊，三个屁股各撞一个，撞走一个打门进了，再撞一个走进了，就那么简单。曾经的勒夫，这个勒夫呢，开始有一段是特管用，后来踢着踢着老想中场组织，啊，老想老回撤拿球，前面又没人了，所以一度呢，确实也让国安的这不是那个让鲁能啊这进攻也陷入了落围，也陷入了一定的这个困境啊。现在呢，就是浩克呢，确实没有浩克，没有今天的上港，让你几个亚军是吧？但是有了浩克呢，却失去了夺冠的可能。就人就是这样，说你没这份工作呢，你呀就喝西北风了。可你有了这份工作呢，你被锁死了，没有更多的这种创造的空间了。但是你说这工作有没有作用呢？你不能说它没作用，但是你得正视，这就是双刃剑，这就是一把双刃剑，对吧？你没有浩克，你几亚军，你前四可能都没有，但是你有了他，你却失去一个。就取决于把更多的事情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有一点危险。但是呢，其实这个工作呢要配套是可以的。什么叫配套呢？就是我把这个工作，我把更多的这个重任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但是你把这个人理顺了，这就是配套。怕就怕呢，你又把这个人寄托了绝大部分你的期望，你又失去对这个人的控制，那就完了，那就这个事儿就复杂了，就一切随缘了，随心情了。他心情好，他玩命，他你帮帮；他心情不好，不玩命。你看浩克多像一个更年期的女人呢，是吧？我今天解说我就说了，浩克现在变成了你不能抢我球，你抢我球啊，我倒不跟你急，我跟裁判说为什么？裁判他犯规了，裁判说为什么你说他犯规了呢？我没看见，不可能。裁判说为什么？因为你看我，浩克大屁股卡戴珊，他那么高啊，我这么壮，他那么瘦，我这么胖，他能把我球抢去？你想想，你用你逻辑思维想想，他要不犯规，他能给我抢去吗？所以呢，浩克这么聊啊，跟裁判聊了3-4次，他后来自己都信了。他就认为呢，只要把我球给我抢了，一定是犯规了，要不可能把我球抢了。所以他每次被人抢了球，他总要去到裁判那儿，你看裁判，你看又犯规了。裁判说哪儿犯规了？他把我球抢走了，他把你球抢走，怎么就犯规了呢？他不犯规能把我这球抢走吗？我是谁呀？我是浩哥。他谁？他这怎么可能？你看我这腿多粗，屁股，他那个，你看他不犯规能把我球抢走吗？你这个就实际上心态是有点乱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再往回倒，上海上港，你说是十几个亿、二十几个亿、多少亿，反正坊间各种说法，反正重金吧，重金引进博阿斯、引进浩克、奥斯卡，但是你买了好马，你没配好鞍，你买了一个马，赤兔去赤兔啊，
探雪宝马，鞍子呢你弄一马杂给绑上了。所以这马呢，你说你他规矩的时候你坐上去倒行，他光光跑得挺顺的，这他要踢不顺的他撂蹶子，你说你那能那儿能坐稳吗？所以上岗总结，不用别不用别，你砸钱够了，没问题，你砸钱的真的是够了，你手上那些队员也可以，教练按说也有水平，但是你忽略了，就是你把钱投入进去的时候，你没有真正的跟上你的整体的这个沟通，是吧？然后和这个外教团队的交流，以及外教和大牌球员、大牌球员和国内球员之间的这种真正的融合，就是逐渐变成了一个没有思想的队伍。毛主席曾经说过，有思想的队伍战无不胜。啊，尤其对中国革命来讲，有思想，这个思想你可以去片面理解，你也可以就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思想靠指导员，靠政委。但是你光有连长没有指导员，光有团长没有政委，那我的团长我的团那就是吧，我的意大利炮呢，我去啊，大哥你别炮，咱这隔了五米炮不管用，这连长我的炮呢，我的妈呀，是吧？你这时候指导员得说，连长我要跟你谈谈心啊，啪啪一坐，啪一烟一点，你看为什么不用炮呢？是因为啊，敌人呢就在我们前方五米，这炮你说这要崩对方，很有可能是把自己崩了啊。然后这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呢得跟上，尤其是有外国人的地方，必须得跟上。中方教练如果能够把中国球队带好，绝对不仅仅是因为，绝对不是因为你的专业水平有多高，而是因为你懂中国人，你懂中国人，是吧？行兵打仗这东西啊，不是说盖一房子啊，管理一酒店外国人可以，你只要牵扯到打仗，是吧？有得有失，有牺牲，有奋斗，这个时候靠外国人说走，朋友们咱们一块儿跟对方干，咱们把他们给灭了，好不好呢？是吧？你就想想，你妈一个外国人说在这种在这种直接对抗要豁出去的时候，你一个外国人跟这聊，实际上是比较难的啊。但是你说呢，那为什么米卢能做到，米卢为什么能做到？因为米卢是用中国人的方法，甚至包括中国政治的一些手段，他最终完成的是对中国人的控制，精神控制。范志毅、郝海东啊，什么李铁啊、杨晨，这些实际上最后是他用适合于中国人的方式。而外国人、西方人，你们尤其是那个欧洲主流世界来的，因为米卢也不是欧洲主流世界，米卢充其量是欧洲吴金贵啊，比吴金贵强点，就是他踢过职业足球，但是也没踢出什么来。踢得好的能去墨西哥的吗？人家一球成名都是墨西哥奔着英格兰去，他是塞尔维亚踢着踢着没事到墨西哥，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就中国乒乓球队啊，打乒乓球，然后最后干嘛去？去哪儿？去柬埔寨，去柬埔寨打球去了。那你说他能是多大的水平？你说他能在这个圈子里面，张继科、马龙，哎呦哥们儿你真行，哎，你去柬埔寨打乒乓球，我这你这柬埔寨冠军拿多少？哈哈，是吧？那我们在村里边要小区努努力，柬埔寨冠军都有可能。是吧？好，我准备睡觉啊，我觉得我老婆留言了好像。
让我别聊了，睡觉了。行了，今儿就聊到这儿吧，我已经聊得够深刻的了啊，行吗？也聊到这儿也就没法可聊了，嗯，没什么可聊的了啊。足球小将啊，我简单的聊聊足球小将。我们今天呢3-5输了这个比赛，三节，每节20分钟。每一场比赛输呢，赢你得明白你赢的是谁，为什么赢，输呢你也应该知道为什么输，输给谁了。我们呢是5人制改8人制，来广州2天，一共呢是训练了5个小时，打了2场比赛之后打的这场比赛，同时还你还得考虑之前是孩子们坐高铁坐飞机来到这里，确实身体比较疲惫，包括今天上午我本意不想着训练，因为下午要比赛，但是呢考虑到呢我们接触到的邝兆雷的这个私教吴指导，确实时间有限，我们得从老教练身上学到更多东西，所以我们安排了这样的训练2个小时。所以呢我们实话讲并没有把这个比赛的胜负看得更重要，为什么？如果我们真看得重要，我们会要求对方必须出09的队，对吧？这很简单，你甭管你是宇宙队还是外星人队，但是你要想咱们说真论个胜负，那你得，我们是09年的，你也得出09年的，是吧？但是我们没有，我们他就是他们实际上今天就2个孩子是09的，剩下都是08的。而且这个队呢实际上是恒大杯的 U9 冠军，是他们 U9 我们 U8 啊， U9 冠军，就是使得呢是整个广州08年出生的队员呢是最好的都来了，很多基本上就是富力的梯队，但是富力呢因为他不想挂自己这名字啊，他因为他也怕万一输了呢，是吧？所以呢而且我们从5人制改到8人制不容易啊，一共就2次训练，5人制改到8人制。所以呢我不认为这场比赛说3-5，尤其是3-5，我不认为这场比赛是我们输了什么，有什么什么什么不应该，或者是有什么特别丢人或者什么，我不认为。你就很简单一个道理，如果我们要赢一个10队，赢一5-3，你认为我敢说出口了吗？我好意思说出来吗？我们现在中国足球小将，我们是8岁的，我们打一7岁的打5-3，你认为我们能说出来吗？我们也说不出来，哪怕你这10队是全国最好的10的，他也是10的，是吧？所以有些朋友呢可能了解，有些朋友也不了解，老是哔哔哔哔哔哔，是吧？我觉得呢你先了解说这比赛是谁跟谁踢呀、啊、哦，然后呢是谁打谁呀 啊然后对手是什么样的对手啊，啊，然后这个队是足球小将是以前踢几人制的啊，现在踢8人的，而经过了几次训练，哎呦2次训练，哎呦，然后这2天5个小时训练，2次训练加上2场比赛过后又打一场，还是比对方小1岁的，这场面又可以，是吧？我们单刀打好几个没进，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比赛对双方来讲是有同样帮助啊，一个是我们也经历了这样的比赛，让孩子们你以小打大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因为什么？很简单，你再去狼，再去战狼，狼这一个个的就是这波这么大的，就比你大，你是不是得打呀？人家9岁啊，这边是狼是8岁的就这么大，中国人9岁这么大，但人狼8岁就这么大，你到那儿去人家也都是09的，你照样会面对比你块大的，冲击力强的，是吧？速度快的，是吧？像今天我们左路就一开场就被爆了啊，那个孩子非常踢得非常好，这个队里面有几个孩子，富力的这个08梯队里面，包括下半场上来的有一个7号是09的啊，他就是打替补，也是非常好的队员，据说是广州09年的2号球星，1号球星呢已在阵中啊，就是邝兆雷啊，2号球星这个7号姓高，小孩踢得像日本小孩，踢得非常好，但他呢打不上这个队，就我们这个对手的这个主力，因为主力的是08的为主，所以3节比赛呢他第1节是主力，第2节替补，第3节又主力，我们呢主力和替补呢实话讲差距有点大啊，李显文又没来啊，然后只能让郎达成一个前腰队员打拖后，没有办法，那你说让谁打呢，是吧？你中场的那个孔令荣打得很好，你让他打到这个后拖后，那么中场的硬度可能又会受到一定损失，小豹啊，长好客啊，
就是左小将浩克，他打中卫呢，实话讲呢，他转身有点稍微慢，所以没有办法让郎达成来打这个位置。他爸爸我跟他交流过，有人会说，哎呦，你这牺牲了郎达成的进攻。八岁他打过这样的比赛，他面对比他大一岁的这种冲击力很强的对手，对他来讲是综合的锻炼是有价值的，对吧？你将来即使踢前腰，你不也得防守吗？你阿扎尔不防守，最后不也被热刺干两个吗？是吧？所以这个呢，你就辩证的看啊。我们说了，就是我们在09的这个年龄段里面，我们确实很难再找着对手了。国内，我说的是国内啊，所以我们就只能啊跳级打，但是跳级打呢，就可能赢，也可能输。所以呢，你们要辩证的看，我们最终目的不是说在赢中国的09，或者是赢中国的08，或者输中国08，这都没什么。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一天，当我们站在日本横滨的或者大阪的足球场上，面对日本的孩子的时候，或者韩国首尔是吧，大邱什么什么赛场上，或者是英国狼或者意大利米兰的时候，我们能有点好的表现，其实为的是这个，对吧？你要说是今天说把中足小将赢了，然后广州这个队叫 GK 老虎，就是全国最厉害的，就这些队员就比我们要强很多，那这是对中国足球是好事啊，是不是？是好事吧？一个邝兆雷、万象、李显文、孙晨曦都让你曾经难以自持，那还有一波比他们还更好的，这不好事吗？是吧？所以我觉得你们呢，有一些人啊，你们就是脑筋再打开一点啊，再打开一点。更何况呢，就是我们还希望有朝一日，比方说半年以后，我们在一个场合下，无论北京还是广州，我们再跟这队，咱们原班人马，咱们把这名字都记下来，就这些人，咱们再打一场，无论是比分可能会更大了，证明着呢，那么你们现在的这个训练方法要比我们这个训练方法要更科学，还是说比分小了，那可能证明着足球小将的这条路子是可以持续的路子。为什么呢？因为原班人马半年之后看看双方的这个实力或者比赛的呈现，这么一个对比，它其实是一种科学，它也是一面镜子，它对中国足球是有帮助的，对我们彼此也是有认识的。因为孩子无论是8岁、9岁还是10岁，毕竟他还是所谓这个足球生涯的启蒙阶段、开始阶段，有一些参照，有一些对比，是吧？反而可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很多的人都是有借鉴作用。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并不是说我输这个队输那个队，还是赢这个队还是赢那个队，我们其实是找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其实广州富力的这个就是很多这个实际上富力梯队的啊，他也是一个俱乐部，他是这些孩子呢，应该讲也有他的自身的特点，然后他们也形成了一定的打法，也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那今天上半场那11号是恒大杯的 U9 MVP 啊，是 U9 的 MVP 啊，就拿球就领啊，就小黄宇超确实扛不住，3分钟我就看出来扛不住，但是我不能把他换下来，那太功利了。说我仅仅因为左路被爆了，然后我就赶紧把这个左后卫换下来，我换另外一个这个小豹上去的可能能扛住，但我不能那么做，是吧？我不能那么做。你包括我当时也想很早就想把万象和孙晨曦调位置，万象去左路支援一下这个黄宇超，这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考虑到什么呢？因为万象这最近的这进攻啊，在右路顺一些，他可以为邝兆雷或者为西西啊来助攻，所以我没有变。所以事实也证明万象确实助攻了 CC 在右路，是吧？所以这都是可能一场你只是看到这场比赛的过程，或者是有一些比赛的结果，但是实际上这个背后呢还有很多很多一些可能你没有想到的事情。当然今天也暴露一个问题，门球开不出去，这个仿佛啊我又回到了当年的这个启航 U13 U14，当时第一次打外国人在顺义，就是门球开不出去，一开出去就被人家截完了，一塞一突帮一个，今天也面临这个问题。这郎达成啊就光光开大脚，最后越开越近，为什么？小孩8岁，那每一次大脚都得憋足了劲儿，所以呢越开越近，
而且呢，我们这两堂训练课呢，实话讲，更多的呢，吴指导呢是指导孩子的基础的基本功，啊，包括今天八种的个人技术的练习方法，它结合比赛，其实针对性的，比方说我们门球怎么开，啊，包括我们防守的时候，就是太细致的战术也没有讲，没有时间。我今天只是讲了，角球定位球，然后边路下底倒三角，中锋出街，这个其实比赛当中打出来了，我很开心。所以有些事情呢，可能慢慢来。这是五人制改八人制，小龙虾奔大龙虾去，这个过程啊，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这个很简单，你美声改通俗，你说是不是？你要美声长改通俗，那么容易吗？是吧？还是你通俗改美声？是吧？你那英没事，你唱个《图兰朵》，是吧？那恐怕也很难，是不是？所以呢，八岁的孩子能有这样的经历，我认为呢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的，啊！何况你要真看这个比赛，我们当中有一个阶段小配合打的挺漂亮的，那西西比他高一头的人在对抗，这种情景其实恰恰是足球的本质。所以足球小将呢还会不断的去努力，我们又有很多新的这个方式方法啊，尤其有这个邝兆雷的这个私教吴指导的加入，对每一个小将我们会量身打造相关的训练方法，然后在他们现有俱乐部的这种基础的传统的青训的基础之上，然后我们让这个孩子能够进步更快一点，但是能不能实现我们靠呈现来说话啊，就是每一站每一站，是吧？你能看到孩子的进步，然后我们这是孩子跟自己比，或者是自己跟自己比。那么我们跟同龄跟那个对手比呢？我们比方今天我们打这个这个广州联队是08-09的联队，我们是这样一个呈现。那么我们看看半年以后会是什么，是吧？也许我们会输得更多，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路子不对，咱们还是奔着传统青训走了。也许呢，我们会踢得更好，和对方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击败对手，那证明着我们是正确。我也渴望着半年以后有这样的机会，我也希望对方呢能够知道我们这个并不是输赢，而是更多的是要给我们彼此一个参照啊，然后呢让我们认清楚很多的问题啊，然后及时的改进提高调整，为的是什么呢？也是为的说将来能够出更多的人才，中国足球以整体来颠覆世界，来发生质的飞跃，没有个10年20年是不行。但是中国的个体球员，只要努力，方式方法对头，出个把孙兴民，不是没有可能，真的，不是没有可能。只要让他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能够发展下去，给他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平台，好吧，今儿就聊到这儿了。23号呢是邝兆雷的师兄，啊，也是从师于吴教练，但是他呢还差，他是还差一个月，他是十岁，所以那天的比赛是因为已经大比分领先了，然后呢，那个吴指导说呢，看看让这小孩也上去踢一踢吧，给大家也展示一下，所以这小孩上去了。今天这个23号叫王子明，他也在场了。啊，他也在场了。邝兆雷呢就问我说，董老师，咱们现在两节落后，要不让他上吧。就邝兆雷，因为他跟这个王子明是都是这个东山体校嘛，而且都从师这个吴指导，他知道只要这王子明上去，那边就乱了，是吧？但是我说不，我们今天既然说我们是对吧，我们都是09的，那我们就都09的打，哪怕输无所谓啊。所以那个孩子呢到场了，然后也跃跃欲试，但是我没有让他上。你我想，你说我今天如果有第三节我把他上派上去了，他光光进三四个，我们赢了没有用，我赢完了之后你看那就肯定有这人就说，哎，你看你们最后中国足球小将拿09的，完最后你弄一07的上去，完了这那的可能。